铁镜，剑青山，长风万里，雁归来，如见天涯。人不回。上次如见仙不是送了你一本酒经吗？你们没写酿酒之法吗？酒经，堂兄可否借我一看？你喜欢酿酒？啊。竟然是这本书，果然是这本书。这本书很珍贵。太珍贵了。不行，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再看下去与偷窃何异啊。穆兄言重了，一本酿酒的书我也没什么兴趣，只不过这是前辈所赠，我也不方便赠与你，你若喜欢，拿去看两天便好。糊涂！小白连服三十杯，指尖好气响春雷。虽然我也只是听先生提过，所知甚少。不过我所珍视的东西，绝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突然想起来。之前喝过大城主的酒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功力突飞猛进，莫非那酿制之法也在这本书中？师父酿的酒的确可以提升境界不假，难道真的是从这本酒经里学到的？就算不是，大师兄你学了以后也可以让我们饱饱口福呀。你们俩少喝点，这酒虽然好喝，却是烈酒中的烈酒。好酒。刘琦，去哪儿啊？归长风，向北行。雪落轩辕，大如溪。回借船，向东游。穿越仙子，迎风力。我欲。踏云千万里，要腾云，奈我何？云之巅，木之光，沧海绝境，见青山，长风万里，雁归来，如见天涯。人不回，不见天涯，人不回，好事。这诗诗以豪迈，却从未耳闻，不知是何人所著啊？是世间少有的奇人，也是我的朋友。